Hello，大家下午好，大家下午好，我的名字是 Augustine，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Radar EV Advancer，这个是M2 Collection 是今年最新的 Collection 哦。总共我这边有六个颜色，有六个颜色，今天会给大家看这个六个颜色。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 live 的话，请帮忙 share 一下，请帮忙 share 一下，like 了 share，跟更多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第一个颜色是 color one，Radar EV Advancer。这个就是 Radar EV Advancer，它这次这个款式它有一个鼻梁可以做 adjustment 的，它这边有一个中间有一个 switch，只要你把它按下去，看它的这边就可以调上来，把它压去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戴了觉得比较靠近脸的话，你们就可以在中间这边按一下。然后它就不会太贴我们的脸了，是可以调的。你不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拉回去就可以了。这个颜色，它的镜框的颜色是 polish black，镜子是 prism rod，镜子是 prism rod。这个 model 就是 Radar EV Advancer，是今年最新的 M2 Collection。第二个是蓝色，这是 color two，这是 color two，它的 frame 是 polish blue，然后镜子是 prism sapphire。这个是 polish blue，然后镜片是 prism sapphire。这个是 Colorfine，它的镜片是新的。它是 prism trail，然后它一个托字，它的镜子的颜色跟上一个 prism trail 有点不同。它的镜框是 matte gray，然后 earshot 是蓝的，镜子是 prism trail，镜子是 prism trail。prism trail 的镜片比较适合就是在光线不够亮的地方使用，就比如说很多人要 hiking 的时候要进山里面。因为山里面那个树很高，然后它会把光线遮掉，所以这个颜色是给你看那些树根啊、跟泥土啊，可以比较清楚，也比较安全。这个镜片是 Prism Trail。大家如果看到这个 live 的话，请帮忙 share 一下，请帮忙 like 一下跟 share 一下，让更多喜欢 Oakley 的朋友都可以看到。Color 6的镜框是 matte black，镜子是 photochromic，然后它的 earshot 是 gray color。这个 model 是 M2 Collection，2019 M2 Collection 是最新的。这个 model 也是新的，它是 Radar EV Advancer，Radar EV Advancer。然后这个是深蓝色，
深蓝色。它的镜子是 Prism Golf。Prism Golf 通常是他们是打用玩 golf 的时候，打 golf 的时候用的这个镜片。接下来这个是 Color 08也是 Polish Black，镜子是 Prism Black Polaroid，这个是 Polaroid 镜片来的。镜框是 Polish Black，然后镜片是 Black Iridium Polaroid。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来的话，请帮忙 like 一下，然后 share 一下，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这个 M2 Collection Radar EV Advancer 新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我们的上面有 link，还有我们的 Facebook link，然后还有 WhatsApp，然后你们可以直接按下去，直接联络我们。还有就是给大家知道一下，如果你们的 Oakley 有任何镜片 defect 的问题，你们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帮你查询。因为现在的 Oakley 全部是2年 warranty，都是2年 warranty，只要是 material defect 都是 under warranty，我们都可以帮你们做 warranty。今天的 live 就到此，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